就在前几天，专机项羽上线这次服了，原本恶行的被动还有这个削弱效果，在出了专机盾过后就会有所改变，从削弱敌人变成强化自身，强化两段普攻，第一段回血，第二段暴击。当额外攻击力达到300的时候，他第一段普攻呢也会100%暴击。不过出了专机盾过后，二级人物防短血量的被动呢他就没有了。那么废话少说，我们来实战测试一下，来就让对面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西楚霸王。对面这一把看来是像养白起，两个回血，奶他一个坦克，很猛嘛。但是我不怕，什么叫做霸王？临危不惧，浑身透着王霸之气的人就是霸王。连人带兵一起打，这白起是个新手，直接跟他对 A 没什么好怕的，升到二级把他往回推，技能都在 CD 没关系，平 A 就行，追着打。敌人现在呢已经畏惧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乘胜追击，闪现进塔敲塔，没打死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用一个闪现打出了王霸之气，还把敌人给打畏惧了，已经足够了。白起残血，姜子牙上来帮忙了。为了防止白起逃跑，咱们一技能分割走位，非常细节。最后两个平 A 收掉白起，不是我们搞针对啊，主要是白起这个英雄呢，现在确实强。我稍微压制下他的凶性，我怕他待会搞不清楚谁是这里的老大哦。配合队友给他一套打残，他想逃，结果嘲讽到我了，直接被我 A 死了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都来上路了？各位看见了，是他们先叫的人，我们这一波属于正当防卫啊。钟馗换个白起，我们这一波赚了。但我并没有想过要走，宫本过来了，这一波还能杀，假装撤退，实则是在等机会。兵线进塔，机会来了，一技能顶，吃塔伤了，还被减了一速，我会死吗？我会死吗？哎，我不会。白起在打小鸡，钟馗好高漂亮，勾得很不错，但是他都有点问题。没事，有我在，把白起往回推，而且我已经猜到这白起要干什么了，他肯定会跳到逃跑，预判他。哎，我大招呢？我大招呢？王者荣耀设计师，你睡得着吗？我睡不着了。什么什么？白起你怎么敢的啊？刚刚侥幸饶你一命，你居然得寸进尺，又叫他跑了。算了，追不上了。哎，我好像又追得上了，甚至可以说不是追，是他自己把我拉过去的。巧妙的利用敌人的技能效果，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然而虽然看着我们这边是顺风，但其实我们这边是逆风。我打不动这个白起了，被击杀一次过后，局势彻底被逆转了。诸葛经济太高，我一进场就被秒了，对面顺水推舟，一度把我们打得丢盔弃甲，我的王霸之气都被他们给打没了。双 C 被杀，这诸葛是残血，咱们打他就行，一技能推开 A 下回扣血，大招不屈，躲下致命攻击。好，现在就剩下我跟宫本两个人了，中路有限，对面还有四个人，没有选择了，也没有退路了，都已经退选水了，再退游戏了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波兵线给清掉。呀，我来西楚霸王，没用的技能我都用了，我顶不住了。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没希望了，彻底没希望了，已经结束了，我太失望了，我跳不还没有，虽然中路有兵线，但对面唯一能退塔的那个百里已经被击杀了，双 C 也马上复活，这一波兵线能守。我跟宫本马上复活，准备好开始吹响反击的号角，趁对面少人，抓住机会多杀他们几个。对面这个阵容除了白起，其余对我毫无威胁，白起没技能他走不掉的，杀掉他过后把线给清一清，找一个诸葛，这一波团战可以打。我这个位置对面双 C 无处可逃，打出两段平 A 开大被躲了，没关系，继续打，把白起跟上体逼回来，等他们过来打我的时候呢，哎，我们就走，打拉扯。宫本上呢，我们也上，先打这个小兵吸血，我们的目标是 C 位，白起的话我是打不动的，所以要等待时机。就例如现在一闪平 A 击杀百里，对面诸葛也过来了，大招锁我，让队友挡下，这白起没有队友帮忙也是扛不住五个人的伤害的，打回了一波就去控农运兵线。诸葛队友还没复活，他敢来这个地方必须把他杀掉，让他和他队友复活时间完全错开，他是逃不掉的，我二技能可以加速，然后一技能再顶，反复如此， A 得到呢就 A 他一下消耗一波，二技能再加速，一技能再顶，他的位移技能差不多都交完了，他已无处可逃。嗯，怎么两边打也打起来了，完了，宫本大招金身了，不出意外的话是出意外了，先给对面这个诸葛杀掉，然后去看龙，打掉这个暴君就可以找机会开始最后一波团战了。好，现在的话双方人员都是齐的，但是我们这边呢有个暴君 buff， 严格来说优势在我，就看钟馗怎么操作了。完了，够空了，这白起还把我给拉过去了，钟馗没法救，但还没完，祸福沉舟，学到没有，这就是西楚霸王，满足了，怎么说满足了，
那么好的，本期的游戏龙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各位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就闪点关注一下吧。那么我是关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